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赚钱并不容易，因此都希望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存起来，变成自己的小金库，这样以后想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。但是很快你会发现，想存钱真的太难了，自己发了奖金就会想请人吃饭，逢年过节还会送礼物，而且还专挑贵的买。也有人会开健身房的年卡，却发现自己一年也没去几次，到最后。你发现自己的钱包已经被这些有的没的消费掏空了，钱根本存不下来。为什么你总是很容易花钱，而且还是冤枉钱？其实这背后隐藏了一个商家永远不希望你知道的金钱心理。如果你不懂这个金钱心理，你将很难拥有自己的小金库。1980年，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·塞勒首次提出心理账户的概念。并由此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他认为，除了荷包这种实际账户外，在人的头脑里还存在着其他心理账户。人们会把在现实中得到的收入，在心理上划分到不同的账户中。比如，我们会把工资划归到辛苦劳动、日积月累下来的勤劳致富账户中，把年终奖视为一种额外的恩赐，放到奖励账户中，而把买彩票赢来的钱，放到天下掉下的馅饼的账户中，而普通人分别采取不同的心态去对待这些心理账户。例如，对于勤劳致富账户里的钱，我们会精打细算、谨慎支出；而对奖励账户里的钱，我们就会抱着更轻松的态度花费掉。比如买一些平日舍不得买的衣服，作为送给自己的新年礼物等。天上掉下的馅饼，账户里的钱是最不经用了。通常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想想那些中了头彩的人，不论平时多么的节俭，一旦中了500万，也会立马变得豪情万丈，去五星级酒店请朋友大吃一顿，还开了一瓶3000元的红酒，平时从没买过这么贵的红酒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？就是因为把收益存在自己的意外之财账户中，当意外之财花完后就关闭了。实际上，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受到心理账户的影响，因此总是用不同的态度对待相同的钱，并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1万块的工资、1万块的年终奖和1万块中彩票的钱都是1万块，可是普通人却对这三者做出了不同的消费决策。研究还发现，当人们把一个账户里的钱花光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太可能再去动用其他账户里的资金。不同的账户心理感受不同，而且彼此之间还不能替代。如果你正在创业，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仔细去听，因为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控制顾客的消费欲望，帮助你获得更多的销售利润。如果你是普通消费者，你也能从中了解到商家的销售套路，可以更理性的去消费。商家都是怎样利用心理账户去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呢？第一种方法是转移心理账户，最为常见的是设置情感账户。聪明的你可能会发现，要说服人们增加某项消费是很困难的，但要改变人们对于某项消费所属账户的认识却相对容易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们不愿意从某一个账户里支出消费，只需要让他们把这笔消费划归到另一个账户里，就可以影响并改变他们的消费态度。例如，王先生非常喜欢商场的一件羊毛衫，价格为1500元，他觉得太贵了，舍不得买。但他妻子买下羊毛衫，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，他却非常开心。王先生的钱和他妻子的钱都是家庭的钱。为什么同样的钱以不同的理由开支所产生的心理感受不同呢？因为情感维系和人情关系在国人心里非常重要。人们对于情感的投资往往大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开销。自己买羊毛衫的花费属于生活日常开支，1500元太贵了。而作为妻子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，属于情感维系开支，1500元可以增进夫妻感情，回报是无价的。因此，人们会欣然接受来自亲人的生日礼物，却不会购买一件自己喜欢的羊毛衫。实际上，每年中有很多节日是与不同的人增强感情的，像父亲节、母亲节、教师节等。
商家可以把平时的商品经过一番包装后，摇身一变成了表达情感的最佳方式。比如，中国大陆有一个保健品的广告语做得非常成功，今年过年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脑白金。如果从日常消费支出的角度来说，这个食品价格是较贵的，一般人不舍得买，但它成功地将一个普通的保健品塑造成了送给老人家的最佳礼品，让人们从社交账户里掏钱，而有的人的社交账户是几乎没有上限的。再比如，结婚的时候，女生都会去婚纱店试穿婚纱，而里面的婚纱一般都不便宜，几万块起步的。然而，网上搜同款几百块就能订到，那商家又是怎样实现这中间几乎100倍的价差呢？当你看看他们的广告语时，也许你就能发现答案了。他们的广告语是这样的：你这一生想穿几次婚纱呢？你会发现，商家又在转移心理账户了。婚纱是什么？它是衣服吗？不对，婚纱是一个新娘一生一次的人生体验，这个属于人生里程碑的心理账户。这个虚拟的账户还放着什么呢？你这一辈子可能就结一次婚，送一枚婚戒，你的预算是多少？你这一辈子可能就生一次孩子，你坐月子的预算是多少？你可能一生只出国留学，读一次大学，你的预算是多少？这样一想，似乎5、6万的婚纱也挺合理的。第二种方法是减少支付痛苦，让你感觉很超值，主要有三种策略：一、折扣策略。一般商家给出的优惠方式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绝对值表述，是直接告诉你优惠多少钱，比如优惠200元；另一种是相对值表述，是在原价基础上给一个优惠比例，如8折出售。消费者对绝对值和相对值优惠的体验存在较大差异。研究发现，小金额商品和大金额商品在表述优惠时选择的策略不同，对消费者的心理效应是不同的。高价商品促销应该采用绝对值优惠的表述，而低价商品促销则应采用相对值优惠的表述。例如，你不会看到房地产商写着打95折，因为楼价数字大。与其要客户慢慢计算，不如写明优惠立减10万，这样对购房者会产生更便宜的价格感知体验。相反，如果某商品的价格只有几十元，那么半价出售会比优惠减20元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冲动。第二个减少支付痛苦的策略是预付策略。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免痛苦，但是真正要付钱的时候，付钱的动作终究还是很痛苦的。再怎么样，心里多少都会挣扎一下。商人其实也都了解这一点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，在降低你付钱的痛苦。当下付钱绝对是最痛苦的，所以商家会把付钱时间提前，采用预付制度。较典型的例子是健身房、美容院的年费，他们并非按次收取，而是在最开始时一次性收取，他将使用和支付分开。等到你下次再去消费的时候，付钱的痛苦已经离你太过遥远了，你根本就已经忘掉它了，所以你不会把这些钱当作是你这一次消费的金额，因为接受服务时没有明显的花费感受，你的大脑会解读成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。第三个减少支付痛苦的是以旧换新策略，这个策略在一些较耐用的产品，比如相机、汽车、笔记本电脑等最为常用。有人做过实验，第一组顾客来看相机的时候，销售人员告诉他，这是一款最新出的相机，可以拍出更高质量的照片，而且更轻便，原价是2000元，现在有活动，1000块就能拿下。但和第二组顾客更着重表述的是，如果你们家里有相机的话，可以以旧换新，最高1000元。我们一般会认为，选择以优惠价买相机的人，可能与通过以旧换新的形式买相机的人差不多，但在实验中，选择换购相机的人数显著大于选择优惠购机的人数。为什么同样可以优惠1000元，可是不同的策略会引起消费者不同的购买欲望呢？因为当消费者想购买新耐用品时，如果旧的耐用品仍具有使用价值，尤其是当旧耐用品以前使用的频率很低，又没有愉快的使用体验时，
消费者认为自己还没充分获得这个产品的使用价值，则很难做出购买新产品的决定。此时，商家可以采取以旧换新的方式进行促销，比如一辆新车价格为15万，自己平时开的车按照二手市场价可以卖10万。这时候如果采取以旧换新的策略，就只用补上5万块即可买到新车，买车的心理账户一下子从15万的支出变成仅需5万元的支出，而且原来的车也并没有浪费掉，只是付费升级了，心理上会觉得很值，就更容易接受以旧换新的方式。塞勒教授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，有人问他，你准备怎样去花你的110万美元的奖金呢？塞勒教授说，我准备用非理性的方法快速地把它花完，因为它对我来讲是一种意外之财。以上都只是一些例子，去解释我们的消费欲望会随着我们的心理账户而改变。无论你是消费者还是商家，都不妨多了解金钱心理学，对于日常理财或市场营销都会有莫大帮助。